然后再看一下，有问题现场问。嗯，对。好，点回贴，笔先在这里，屁股在这边，有没有？好，向右。好，微微上提了，走。提高。嗯，是。好，右手边已经有墨水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侧贴。我的笔还是正的吧？还是在里面嘛？提对，就是没有出现，还是在。老师，这个方向提是往上，对不对？T 是往上，对对 对, 对，那应该同学应该是为了看一下哈、哦，以前哈、哦，提来到边边，然后这样，所以扫过去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不是这样写，不是，你到这边的时候，提高它笔尖，只是这样提高而已，看到没？你笔已经打开了，提高而已，然后侧贴。就这样，这样就会很干净。好，好，这可以哦。现在什么都会了啊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会，感觉会了。好，那直话就忘了。好，直话哈，直话看一下，点回贴平的笔还是直的，好，好，往下，往下稍微慢一点，让它笔尖朝上。好，屏住呼吸，你看我很松，我还可以中途把中指弄给你看。好，提一贴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我这个中途表演给你看的就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是告诉你说，你不要那么紧，只要屏住呼吸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再看一遍。所以它这个是贴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假设你点回贴。有没有看到？那就会转圆圈哦。好，再看一下。会扭动。那个扭动不是笔自己扭，是手腕自己扭。啊，笔没有生命，没感觉，不会扭。哦，好，来看一下。点回贴。好，让它轻轻往下，笔尖朝上。好，屏住呼吸，手提高。这个尖尖它会在正中间，嗯，这个时候才是对的，比较好的，嗯，悬针，好，这个难的话没关系，你就用顿停也没关系，只是好像我们这一次有轻轻往下，提贴，好，下面虽然胖一点，不会太胖，嗯，那你如果用笔尖下去转，不胖也难啊，嗯，好，好，好。那写点，点哈，点，同学哈，就放开以前你的老师教你写什么点，暂时先放开，好，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，不需要太费力气，好，你看一下，好，笔推高哈，好，空中走笔，好，往中间后面拉。好，站高 T， 这就点。嗯，我没做什么。嗯，事实上你想想看，这我就没办法弄成你这样胖胖的啊。没有。好，听我讲。嗯。如果你的笔是斜的，你怎么压它也不会胖。好，对。再来。不能斜的。不能斜，对。再来，如果你笔是直的，但你中间下去，你没有按。他会哪来那个胖度？嗯，要按一下。哦，你中间下去，你要多胖，你要看你的手。但是他就是稍微下来，或中指稍微按压一下，没有很多。哦 ，T 就这样。哦 ，T 一定是朝来的方向去，不要把笔尖再往回做。哦，不要去转圆圈。你看一下，我跟各位讲的墨韵就是，你看哦。它墨水在沾到纸的时候，它一定是不规则状态，它不会刚刚好，有的颗粒会沾到，有的颗粒会比较淡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才是对的。那你再用笔尖下去，每个都一样百分百，那不就不理想嘛？好，对，好，三角点，好，看一下，推前半节都一样，好，好，往这个延长线把笔拉过来。T
T， 有没有看到？嗯，可以吗？可以，现在都可以了哈。都可以了。